远雄不用去批评人家说，大家可以批评说我们那个安全检查有哪个地方不好什么，但是也很清楚的，我要问说，那你认为你现在这个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吗？不需要改进的吗？我们今天只是讨论安全了，还没有讨论交通了。你只要下午哦五点到六点你呢，你站在光复南路跟忠孝东路的十字路口站十分钟了，那你再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地方装六万人的时候，那个交通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还没有说全区十四万哦。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说，它就是个问题了。可是我们要问的是，啊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你今天搞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要花很大力气去善后，你知道？不过是这样的哦，既然当了市长，也没有什么好推卸责，它就是个问题嘛。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去克服所有这些问题。好，杨小姐。全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荣誉指定慈善机构，你爆料，我捐款。